不要进来哦。哎，快！哦，好可怕！应该可以开门了，可以开了。左边的门，左边门可以开了。然后走。哦，三点还有42%哎。对啊。这把很稳哦。对啊。炸欸，那怎么办？他怎么那么滚啊？可不可以啦？不能关了。那意思？为什么一直关就不能关？太快了，不是他那个跑的也太快。对啊，我刚找到攻略，我已经完全掌握怎么玩这游戏了。我跟你讲、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游戏玩法了。啊！我在那边，你就一定要关着门嘞。看，我们又拿到了一个经验，对，代表我们等下实战可以更稳。对，我是故意的。B， 你都没看到人呢、欸。好了，走下肚子那边。要来了啦！要来了啦！开会！你不要激我、啊，怕死他了。还在笑。我不玩吗？喂，是人类最后的希望。帮忙，加油加油！大气了，不能开灯。太热了，在这里啊！你不要激我。你开灯，没有人的话，你就没有开灯，开灯。
用一下关。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！靠北，两边都有门。好，不要，别看监视器，别看监视器，别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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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省电，省电。回家。关关关！我天，还有火车流出来。在啊！你是这样，你要领域展开，是不是？我看另一个荧幕的画面啊。好啊。他还在，他好久、哦。在的啊，在啊。还在吗？对啊。鸡在那边也好。那就别看监视器，就关着。等到45%再开。哎、欸，走掉了。右边那个继续关，那是鸡超贱的。你开门开灯，一有人就关。好。哦，凶哦，都跑掉了。哎、欸，准备哦，他那只都还没跑过来哎。对啊。他应该要跑了，左边你准备哦。哎、欸，来了。冷静，冷静。哎、欸，兔子不见了！对啊，赶快兔子！好，对对，那边。然后熊在这边。你右边要关哦，你心里电太多是不是？你看没？三点了，三点了！你是30%哎，你是30%电哎，你还要撑3小时哎，那剩下6点哎。对啊。右边关着，右边别开，别开，等脚步声叫，等到25%你再开监视器。好，听别听。哎、欸，左边可能会冲过来，你小心哦、喔。好，关着关着，右边关着，左边小心左边。走，哎、欸，他走掉了。兔子那边 ，OK OK， 好好 ，OK， 20%，20%，真的，兔子在这，鸡熊在这，啊，好像你有机会哦，好有机会哦，我接着走。太瘦点了，48%，你要撑1小时哦。凯威，你现在不能动了，你现在动一定没救。好，那我们听懂声，我们现在10%完全就是用听的了，用听的。我们听到有脚步声，就马上看那边的声音，马上看。嗯嗯嗯。好，看那边。嗯嗯。他应该不会那么快。
左边小心，左边小心。关。怎么？啊！你刚看电梯是你吧？我是不是死掉了、啊？他来吓我们了，我要躲起来。他要吓我们了。哇，没了，他会不会来了？过关他会直接显示数字，没有过关他就会等一下。B、哦。那如果呢，想要看下一集，要怎么做嘞？这是梦还是梦魇？可是没人望着彼岸，对你始终一眼。抬头继续要面对。I hold in my brain, I hold in my brain。想了太多，又怕你不习惯。And I。我把最好的全部都留给你，把剩下最后的回忆全部留下来陪你，看着阳光洒进你的眼睛，多希望这一刻不是一个夏天而已。